就从这个项目来讲呢，台湾的这个青少年的篮球的这个业余训练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去学习，因此我们双方也在这个项目有很多更深入的合作，我们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，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情。是到大学之后，看起来上海市在大学跟社会层级会比我们台北市来表现得更好，所以我想这是两个城市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。我们跟上海市学习怎么样子在高校，就是大学跟社会组的篮球继续精进。二十多年前。